跟我这样子说。那这种是他说他可以去强迫你储蓄，从说你要强迫储蓄，你不用额外付给他保险费啊，因为现在有保险，一定有保险费啊，除非你觉得你有那个这个保障的需要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说你就自己存钱就好啦。你自己存钱，你六年之后拿到的利息一定会比这个你做这件事情来得高啊，是因为通常他跟你保险的时候你就看不出来，他就跟你讲哦，那你这样说哈。好，比如说好了，好，你六年呢，哎，等等，这样年利率，他跟你讲年利率3%或2%，2%或者2.5%，那你就想，好，假设不要做那么少好了，3%好了，你想现在的存款一年也才1.88%乘二好了，那你一年给我3%，哎，挺诱惑的哦。好，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？那去自己算，如果利率是真的3%。你去算一算，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存款，那你如果存在银行的话，会有多少钱？啊，那你要想，这六年的利率，他说六年平均利率是3%，可是你要想，现在不是在想要升息吗？所以你要去想说，那未来可能今年跟明年利率可能都是从1.88%变成2%，然后可是。这六年平均下来只会3%吗？我可能最后平均下来的利率可能会到3.5%也说不定啊。好，所以你像这样的时候，你就要去考虑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每个人考虑点不一样。好，那我是说你怎么去判断？你怎么去判断？你要去很多呢，他都跟你讲说我的利率是3%，可是事实上他是用什么？用年化的利率，就是年化的利率的意思是说，他一年付息一次。如果他用负利率去算的话，他的利率可能就不到3%了。所以你自己，人家告诉你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先什么？先去反推回去看看，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如此？好，他没有骗你，可是他告诉你的那样的讲法是一年付你一次利息。可是我刚告诉你啊，如果你做定期存款的话，是每一年付息一次，每个月付息一次哦，一年付你12次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它的付息的期间长短不一样，其实影响虽然利率是相同，但是最后影响的利息的金额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告诉你这一张为什么好用，不在我们的书上面，对会计的这个计算或学习上有什么太伟大的影响，重点是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。会用得到这些观念来判断，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先谈一下利息的问题哈，可以看一下133页，就是单利跟复利。好，那复利当然说一样的利率，一样的付款期间，但是最后的付款的金额会不相同，好，付出来。支付的利息或收到利息的金额会不相同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先注意看这个了解哈，所以事例一就是要讲这个单利跟复利的不同。好，那在接下来刚刚讲有一个概念里头，现值跟终值，我说现在的8000万跟40年后的8000万一定不可同日而语，现在的8000万一比40年之后的8000万大很多，为什么？物价通膨2%到3%是常态的事情，应该是说比较良性的。好，如果说像日本的话，所谓的通货紧缩的意思是什么？哎，你是物价是没有上涨，那物价上涨啊，温和的上涨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，所以。那个日本就希望它能够产生经济膨胀哈，就是有点经济膨胀的一个这个现象产生。好，所以我说现在8000万跟40年之后的8000万不会一样，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什么，通货膨胀就会不一样。好，通货膨胀之下就一定会造成它的购买力就会下降。好，所以呢就要考虑的所谓的现值跟终值。好，现在8000万。那我现在假设我现在来看说我以后退休之后呢，我要能够环游世界，所以以现在的物价来看，我有8000万的存款，我才可以做这件事情。那我就要去想，那我是40年之后才退休啊，那40年之后的8000万我要准备多少才够我过这样的生活呢？好，所以就是终值，40年之后的8000万要多少钱就是终值。
啊，所以现值跟终值，所以现值就是现在的价值，终值就是指你预期未来的价值，就是多少年之后叫终值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什么叫做终值，在134页复利终值。好，单一的金额的本金每期按复利计息到最后一期终止的本利得，就是它的终值。好，那什么叫做现值？好，就是说现在的价值就是现值。那如果我知道终值，我就可以推回现值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谈在我们的计算上面怎么算哦。当时先讲概念，现在我们要讲它的计算是怎么做的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